梅花易数是北宋邵雍的一种占筮方法，其术载于梅花易数。它依据万物类象，万物皆数的原理，用数和象都可起卦，并综合周易卦爻辞、体用、互变、五行生克等诸多因素断卦。此法灵活变通，应用范围很广，影响颇大。下面请听张其成老师详细讲解。梅花易数啊，传说是北宋的邵雍邵康解。他是为什么叫梅花易数呢？是这样的，他有一次啊到树林里去。什么树林呢？梅花树的树林。一看那个梅花树的树枝上，哎，有一只麻雀。那只麻雀啊，这个时候突然又飞来一只麻雀，两只麻雀呢就在那叽叽喳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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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喳吵吵的时候，突然啪一下，这个树枝断了。然后这个邵雍马上按照这个时间，注意按照断的这个时间来起卦。好，起了一卦，他预测明天下午3点，这个地方将有一个女孩子从这里走过。走过的时候呢，哎，他摘了一只梅花枝，然后呢，这个园丁啊就追他，然后这个女孩子就跑，跑跑跑，啪，他摔了一跤，腿摔断了。结果第二天，这一个场景就真实发生，这就叫梅花易数。所以梅花易数的起卦呢，是按照时间起。如果要起个64卦，怎么起的呢？它是这么来起的。哎，你们不是想学这个方法吗？我经常我在别的地方讲课啊，我说咱别逼我，啊，你要逼我把我逼急的，我就教你，几秒钟，10秒钟，10秒钟。这个鼓个啥掌呢？这有啥好鼓的？你看一说算命马上来劲。这个10秒钟，当然我比较保守啊，最多也就5-6秒，很简单，服不服？把手机拿出来，你看我讲几秒。现在计时开始，阴历的年月日时相加除以8，余数就是一个卦。讲完了，你看几秒？这2秒嘛，3秒嘛。阴历的年月日时相加除以8，余数就是一个卦，这就梅花易数的方法。阴历年月日时相加除以8，余数就是一个卦。哎，注意啊，我说的是这个算卦是算事情，当然也可以用这个来算命。算命跟算事不是一回事啊，算命就是按你出生的年月日时相加除以8，余数就是一个卦，是出生的时间。而你要问这个事情呢，就是你问的这个时间，不是这个事情要发生的时间，是问事的这个时间。年月日时相加除以8，余数就是一个卦。啊，对，注意啊，这是起一个卦，对不对？这个起出来的卦是一个8卦，那我们还要起一个64卦怎么办呢？64卦是上下2个卦了，所以这个我刚才讲的年月日时相加除以8是一个卦，这个卦是下卦。下卦，然后年月日相加，年月日相加除以8，
一竖就是一个卦，为上卦。年月日相加除以八，余数就是一个卦，为上卦。这两个卦一合，上卦下卦一组合，不就是一个六十四卦吗？又一查，又是一个六十四卦，又出来了，然后再去查书就行了啊，是最简单的方法。好，啊，对呀，一除出来这个余数，比如说余一什么卦，乾卦，余二呢？对卦，余三呢？离卦，前一对二，预备起。前一对二，三四七。所以我叫你牢牢记住了，就是一个卦，就是这个卦，余算。要没有余数来，刚好除星了，那就是八，就是坤卦，就这么简单。章节提示：一，梅花易数的起卦方式可分为两大类，一类。为先天起卦法，即先得数再起卦，如以时间可数之物起卦；另一类为后天起卦法，即先起卦再得数，如以静物、动物等起卦。二，时间起卦法，年、月、日数之和除以八的余数为上卦。年、月、日、时数之和除以八的余数为下卦。